沙漏月独立。Okay， 这个沙漏月独立的课题为什么可以公开讲、公开讨论，还网络直播啊？因为只有沙漏月的人有权利哦，有权利做这个决定，所以我们沙漏月人就有权利讨论。沙漏月其实要脱离马来西亚，那么还没有脱离马来西亚之前，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哦？然后以什么样的方式沙漏月脱离马来西亚？各种各项的这个项目啊、课题啊，都需要讨论的嘛。啊，有错吗？讨论公开讲沙漏月独立，这个不是煽动。什么闪动？我进入警察局，他们讲我闪动，我说这个不是闪动，这个是我的权利啊。是什么权利？叫做自决权，然后就是联合国的世界宣言下我的自决权1514号1案，然后在警察局的 statement 就写了，那么他们就不敢告我了，不敢告我闪动了。喂 ，OK， 因为我们沙漏月人有权利啊，决定。更何况是我们谈论的决定，其实要脱离马来西亚 ，OK？ 因为成立马来西亚本身就是，就是什么沙漏月独立的程序啊。啊，问题是我们沙漏月人不懂啊，不知道历史嘛，他们有意啊、隐瞒这个历史真相，不让我们知道吧？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。所以很多人还以为说，我们沙漏月是本来就是跟属于马来西亚一部分的。1963年之前，马来西亚是不存在的。后来会成立马来西亚，是成立一个叫联合邦的。这个成立这个马来西亚是在联合国的这个C24委员会之下的这个叫做托管制啊、为什么被托管呢？又需要托管呢？这就是因为。我们当时在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 这个过程，我们沙漏月人还没有权利管理自己、所以啊，这些历史真相为什么没有教的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沙漏月人知道呢？因为肯定有很大的原因，很重要的原因嘛，不要让我们知道嘛。幸好哦，幸好出现了网络哦，让我们知道有原来这个历史真相是这样。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历史真相，我们的权利嘛，我们当然要公开谈了。有什么错？没有错。我们不只要公开谈哦，我们还要决定 ，OK， 决定怎样去完成这个未了的独立程序 ，OK， 所以我们就是要第一，网络里面先谈，先讨论，让大家知道哦，原来是事实是这样的。跟着呢，我们就要进行讲座会啊、研讨会啊，这些谈沙漏月脱离马来西亚独立。我们脱离马来西亚之后，我们的管理啊、我们的资源啊，怎样种种的啊、就是这样罢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可以传出去。你们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去报警，传去警察局，传去布吉阿曼，传去给马哈蒂啊、安华啊那些啊管。他传给他们，因为反正他们都已经知道了。我都讲到我在土著群，时常在土著群讲到不要讲，讲到险了啦。讲同样的东西啊，他们都知道的。所以呢，这只是我们沙漏月人还不知道吧？特别是华人，因为华人群没有人去讲这个东西嘛，所以很多人还不知道咯。哎呀，我讲这个讲5年了啊。为什么那么慢呢？就是沙漏月人还在树上嘛，还没有从树上下来呀、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从树上下来了哦。沙漏月应该是时候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了啊啊！留在马来西亚做么？没有本事自己管理自己吗？我们是石油，你没有本事自己管理吗？我们的政府贪污之类的问题自己不能解决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行政上我们沙漏月自己去管理，人民是主人。如果不脱离啊，沙漏月人就是马奴，世世代代做马奴。为什么做马奴？我们资源交给联邦政府，交给他们，
我们的 income tax， 你做工，你抽税给他们。OK， 如果说我们脱离了，啊，我们资源发展全部在古晋，啊，对，我们的 income tax 类啊 ，OK， 这个税收啊，全部在古晋。耶，那么在古晋谁做政府？谁做政府是沙鲁越人民投票啊？谁做政府啊？沙鲁越人民自己决定啊。这个一点跟外面的人，跟西马马来亚一点关系都没有吧？为什么我们需要他们一管？啊，过去五十五年了啊，历史啊，55年啊，如果可以成功，可以进步繁荣啊，已经进步了啦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以前80年代哦，80年代的时候是黄金时代呀、啊，那么好的时代啊，都浪费掉哦。你说他们可以做马来亚那些哥多纳马来语哦，啊，你说巫统啊，共产党全部都是一样的，给、okay? 全部都是一样，都是啊70%那个他们的种族至上的，宗教至上的哦。你要参跟他们参，不如我们沙劳越自己独立脱离更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地那么大，我人口才接近300万的了，我们的资源自己去管理，为什么需要别人管理啊？难道沙劳越人是永远是住在树上的吗？不能管理自己的这个资源吗？不可能嘛，还要靠那对方那边的，对方那边已经证明失败了啊，过去的这个成绩单啊，不是失败了啊，还要靠对方啊，对不对？